我已经考完试了哈，对。然后刚刚说就是乐器的事情啊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那把吉他在去年的七八月已经断掉了，对。是。这边啊，这边忘记了，断就断，断成两半。然后就是，然后就我上面有这个拾音器啊，然后拾音器还是就是完整的，对，然后也没有装很久，对，然后就捐给就是志伟哥哥，对。上次来铁花村的时候已经是创作俱佳，像这样的场面，就是去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，对。那很久哦，因为那时候要拼学测，压力很大、啊，然后就跑来这边舒压一下。可是感觉好像考完之后压力好像也是很大哦，因为还没发成绩单啊，2月18号才会发，对。然后也很久没有感受这种就电木吉他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声音了。真的，这样孤单。让我静静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。直到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，让我静静地对着你歌唱，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，只想静静地听你呼吸，紧紧拥抱你到天明，不要无怨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，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，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，我最喜欢看你忽然说话的飞翔在你